听说这一道菜让一家饭店活了整整30年，灵魂炒蛋。今天我把教程整理好，分享给大家。首先准备5个其貌不扬的鸡蛋，分别给它打入碗中。接下来用筷子顺着一个方向给它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鸡蛋起小泡。然后咱们调一个灵魂酱汁儿，空碗中放淀粉一勺，生抽两勺，陈醋两勺，蚝油一勺，白糖一勺，辣椒粉一勺，清水一小碗，搅拌均匀。然后咱们就可以起锅烧油了，油温一定要烧至80%热，再倒入鸡蛋，用小火慢慢炒，炒好后倒入之前调好的料汁，等待收汁，然后咱们完美出锅。这样炒的鸡蛋，我相信一锅米饭都不够吃。喜欢的朋友双击收藏，感谢大家支持。这就是灵魂炒蛋的教程，喜欢的朋友双击收藏，关注我，感谢大家支持。